据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已经来到了恒春南方大概290公里的海面上。中台杜富瑞持续朝西北前进，目前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减低为45公尺，相当于14级风，瞬间最大阵风降到每秒55公尺，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280公里，整体来说强度略微减弱，暴风圈也缩小，速度变慢。不过从雷达回波图来看，雨带整片覆盖在台湾附近，而杜富瑞的暴风圈在下午3点碰触到恒春半岛。北上的过程当中，因为环境又逐渐的转差，再加上接近台湾的地形，所以强度的高峰呢，应该是已经过去了。虽然强度正在逐渐减弱，但步步紧逼台湾。中台杜富瑞暴风圈触路，原先5个陆上台风警报，有台南、高雄、台东、屏东以及恒春半岛。气象局又新增了云林以南、花莲及澎湖地区。随着台风北上靠近台湾，中彰投还有金门地区也会依暴风范围大小考虑列入警戒区。气象局持续发布大豪雨特报，周三下午2点，大豪雨特报包含花莲、台东，豪雨特报有宜兰、屏东、新北市，北部金门雨势虽然不明显，还是得注意强阵风。而随着台风逼近，周四全台严防豪大雨，南部地区降雨更明显，澎湖、金门雨势渐大。今天在东半部的降雨呢，其实是非常多的。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最多的累计量是出现在花莲的60石山，已经超过了200毫米了。而另外在宜兰跟屏东的山区，也有超过200毫米的累计雨量。气象局总雨量预测，新北市山区增加到250到450毫米，宜兰山区400到600毫米，花莲、台东最多可能到1000毫米，南部山区最多有800毫米。周五杜苏芮远离台湾本岛，但靠近金门，甚至不排除从这边登陆。而在东南方海面上，周四、周五可能会形成热带低气压，最快周末形成第6号台风卡努，但路径不确定性相当大，得持续观察。 TVBS 新闻陈建明、张敏汉、林立恩抓住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